将，哎，将将到中间来这儿，先拍照好。帮忙中间看一下，谢谢。这边这边，小张看一下，来，小张。中间看一下，谢谢。来，站站这边，谢谢。看一下，这里看一下。来，站站这里看一下。好，中间帮忙看一下。右手边。这边，来，站站这边。右手边，站站右手边。来，中间看一下，谢谢。来看一下，这里看一下。站在中间。来，站站再看这边。好的，可以了。谢谢。来，站长，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来，先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战。哎，说实话呢，上一次见到站长应该是在2月份的米兰时装周。没错。然后呢，也是在火车现场。我记得当时你穿的是一件橘色的细的外套，对，非常漂亮，大家都记得。那今天这一身打扮啊，也很特别啊，我觉得很有设计感。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今天这一身呢，大家其实可以看见是灰色格纹的西装，然后搭配了一件裤子，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这个比较玩乐有趣的剪裁。我看到了，对，今天小姐跟我说，就是希望呈现一种比较休闲、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包括说，你看你手臂这边的设计，其实就是那个裤子的设计是灰的。是。嗯，那我们知道，其实肖战之前有拍摄还有主演的一个故事，就是《灵感之旅》。当时是在佛罗伦萨拍摄的，没错没错。哎，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拍摄的时候有没有些有趣的事情？当时其实非常荣幸啊，可以在米兰大秀结束之后就去了佛罗伦萨平面的诞生地，然后去参观了野藏之家，然后在那里欣赏到了平凡百年间非常珍贵的藏品。对，然后后面又去了孔群的艺术实验室，在那里就像走进了品牌的幕后一样，然后感受到了品牌的创作力和灵感传承。那可以说肖战呢是第一个拿到我们华语主典藏展的可以说原版的这个宣传片的人。但是看到今天是切身的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什么样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也非常的兴奋吧。就是感觉像做梦一样，上一秒还在佛罗伦萨，现在已经到了上海，完全是穿越的感觉，对不对？没错。哎，那我也知道，其实站长之前应该到里面有一些拍摄的，对不对？是的。整个的展览有八个空间，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话，应该是第一个空间。怎么说？我觉得它就像是一本传记的扉页，然后它也很像是打开时空的一扇门，很奇妙。那这一次嘛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说要推荐朋友，或者说直播间这么多朋友，你要推荐他们来看展的一个非来不可的理由的话，你有没有推荐？我觉得理由真的太多太多了。首先，这一次我们的大展是全球的第一展，在上海，从佛罗伦萨到上海呢，其实大家是第一个可以看到这个展的人，所以是不是很吸引人啊？然后还有，我相信热爱艺术和生活的朋友们一定可以在这一次的大展里面找到你们喜欢的东西。谢谢我们的肖战，我觉得你说的真的是非常有说服力。好，那待会我们在地上见啊。好，谢谢站站。好，来，那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的主持代言人也是。